喂，你那又没声音了。你那个没声音好像。哎，没声音啊。喂，哎，有了，很响了，有声音了，嗯，怎么样？哎、这两天啊，这两天很热闹啊。我发的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啊，哎呀，哪个？就是最近这个，纷纷扬扬的干翻这个对冲基金的这个。现在散户干大户，就是蚂蚁办大象，就这是未来的方向，你知道吧？这个好像是，我觉得这倒是个很好的机会，你也别去找资金了，你就整一个就我仨的联盟，正义者联盟，然后呢把这个东西建起来就成功了。对，华人，我们华人需要这么个东西，你知道吧？需要一个领袖，然后把它组织起来，能把这种事情建成功了，那就 OK 了，将来战无不胜，大家都跟着你赚钱，对吧？对，战无不胜嘛，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我很厉害啊！我给你举两个小例子啊，这是在我大比以前的这个故事。去年的9月15号，我曾经在罗宾后的有一个群里，我说这个，发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叫 Robert Roberts。Robert Roberts， 就是强盗抢强盗。九月十五号那一天，因为这整个石油板块，包括整个这个从6月9号一直到9月15号，他一直在打压嘛。对。这些大的机构在打压，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在那个群里我就发了一个 Robert Roberts。那个群主呢审查了老半天，把我这个东西发出去了。发出去以后第二天，石油的这些股票的板块就是底，你明白吧？因为他那个群的人太多了。对，那一帮人看、就是、那帮人看见、就是、看见我这个帖子以后啊，都去找那些股票，你知道吧？他们一看这都是底部的股票，哗哗的就全买了，第二天就是个底了，你知道吗？就是9月16号就是底了，他也再也没下去过。我再给你举一个小例子，就是这是前阶段的，就 GITA 的 GIG， 就是这只股票的 GIG。 我和我的一个姐妹那天我告诉她，我说这个股票的底部差不多快到了，可以买了。然后我们俩买完以后，那只股票再也没往下跌过，就两个人，因为那几个人比较有钱，你知道，他可能买了人也不少。但是呢，这个东西非常有意思，你知道，这是一个机会。什么样的机会呢？第一个，你必须知道什么时候是这个板块快到底了，对吧？那么这也就是说呢，你有研究板块，你这个能力。第二个呢，那么也就是说快到底，知道底部的时候呢，那么就喊一声，你知道吧？这我仨比，这就有抢那些强盗的钱，你知道吗？现在关键问题是怎么来？你要首先要有组织，对吧？要有号召能力。你看他们那个现在那个网站就是叫 Reddit， 对吧？我跟你，咱就建一个这个我仨比正义者联盟，谁愿参加谁参加，参加的话呢，那么就这个东西用群不行，群才500人，那么就建一个正义者联盟，做什么事呢？就做抢这些强盗的钱，你明白吧？抢钱。那么就是抢钱，然后呢，我们过一阶段就看准哪一个板块。当然他们针对的是这一个股啊，他们选的是个股。我们更狠，我们抢板块，你知道吧？对，哪个板块快到底了，
那么我们就比如说，我这个正义者联盟，比如说1000人、2000人，那哗一下子全都买进去。我告诉你啊，说那一天一定是你，你放心、就是。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啊，你讲这个嘞，第一啊，这个板块嘞，就不是你要这样板块呀、啊，就现在就比较小。整个股票我跟你讲，今天我发现一个网站了，前两天我发现一个网站呢，就是专门打游戏的，他的这个订阅呀、跟踪的粉丝啊，上亿，在美国上亿是不得了的，是不是啊？谁？谭先生，你把那个屏幕先试验给我，我录一下，我们开始录。哦，慢点。嗯。A couple people with advisors plan to kind of, I guess, trick short selling investors.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 have no idea. Because they own 100% of the company. Oh, it's like that. Like everybody who, like, writes a post on GameStop. My name, Dave, what's your name? And so, when you trick that one guy, my name. Like, so and so, then everybody else is like, oh, I should do so and so and so too. Make a like a lot of money. Oh, 我知道了。现在可以了。所以现所以这是 record 的。Yes. 还有个 mark 叫 Allah multiply，multiply your peace 是什么意思？现在不就我们两个人吗？哪有别人？对呀、啊，这个聘呢，这是。嗯，那个就说，我们原先也试过，这原先是谈上，从原先那种找散户的小钱转变观念。不不，你找散户是很麻烦的事情，找他也麻烦。啊对啊，所以你要找散户，他妈的不是他不杀掉你，你就。我跟你这么说吧，这个正义者兵团一旦建起，那就是战无不胜，你知道吗？正义不正义嘞？反正就是说，其实有一个叫做，就是大家赚钱的一个平台。因为怎么呢？现在我跟你讲啊。现在呢，有了这个 social media， 就是这种东西吧，这个集体的力量是很大的，你知道吗？你看我今天看到，今天发现那个人呢，他是做这个叫直播，他的直播呢，就是他对这个就是即时的，就像我原先是即时交易给大家看的吧，就是我现在买还是卖，我就叫。real time 这个 trading 对吧？现在呢，他们这里呢，就是其实也差不多，但是呢，它上面有，今天我发现它有20000人呢、啊，并且还经常跟他打响，5块、10块、50块，有些人赚钱多了以后吧，结果买了个那个 game stock 对不对？他赚老了，他就给他打500块，他1000块，他打了钱，可能是家门都不认识。不过我跟你讲的这个东西就是说，现在呢，就是如果你首先要有个平台，就是要有一个对吧？组织，就是你刚才讲的什么正义这组织也好，什么组织也好，这个东西要有个团体，对吧？要有个集体，然后呢，大家分享比较有用的，对吧？有价值的信息，首先要人家。就是我们讲的话，就是说，第一一个平台，第二呢，就是要一个啊市场，对吧？大家都来看了，来买了，对吧？觉得有好处了，啊，有利可图了，人们就自然就来了，对吧？其实按理说呢，你讲的也对呀。现在因为有的这个网站吧，就是信息比较公开、透明。就越公开透明越好，这样的话呢，大家呢都能够看清楚，对吧？就因为哎呀，也不要去怀疑啊，什么玩意儿是没有意义的。然后呢，就像我今天讲的那个人一样的，
他哇，大家跟他走的人多得不得了啊。假如像我们这种老经验的有领袖人物对吧，就是就有组织能力有号召能力的，然后呢又懂市场的，那人家明摆的事情你没收他的费他是对吧，他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必须是在你知道这个做成功这个事情的这个原则，就是你必须是在一个底部区域进去。底部区域进去，那么就像他们这些这个联盟，就是这种运作方式，那么真正的就是把它彻底的研究透它，那么然后呢建立一个这种组织，这种组织很容易建的，有很多人愿意，肯定有很多人愿意参加的，这种你比如说叫瓦萨比组织或者叫什么组织，那么就是说大家呢，这种组织呢，那么实际上来讲。刚开始有几十个人就够了，每一只股票就把它封住了，特别是从底部开始的时候。那是像你那个什么，像你那个叫稀有金属啊、锂矿啊、什么钴矿 啊，对，那都是从底部。那一下就超十倍，眯着眼睛超了啊！对啊，你闭着眼睛超十倍的，你得让大家赚钱呢、啊。那这样的话，大家都赚钱了。对啊，你得让大家赚钱，你这个也就是说呢。作为想这样这个东西成功的一个什么原则呢，就是抢那些强盗的钱。对，抢那些强盗的钱，然后呢在什么时候租击他呢，这就是一个租击战，在底部区域租击他。对，也就是说在底部的时候这一帮人唰进去了，这些做空的这帮家伙呢他买不着货，你知道吗？他们现在好像，他们现在都是在抓这个做空的。今天有个人列了表，就是哪些股票在做空，哪些目标是下一个目标，他们都是这里，就是今天那个列了个表啊。我本来今天早班没把它看到，就哪些股票是下一次的，就是你要看到这曲线是，看到这些股票谁在做空，有多少人在做空。对吧，然后你再看到你然后再一动了，然后你要在这网站一忽悠一呼百应，那家伙一下子大家都一起赚钱嘛，对吧？那是看谁现在就是今天不是讲那个这些散户嘛，对吧？搞大户，对不对？现在搞的这个交易所，就是不是交易所啊，就是交易公司啊，就证券公司啊。他给你这个证券公司给发货，那没辙了。把证券公司这个搞怕了，因为怎么呢？你放了一，假比方说你一万块钱，对吧？你买了，你做空了，买了一下子涨十倍。对呀、啊。那你一万块钱不要了。那还有十万块钱到哪里找啊？是这样，对、啊、证券公司就破产了，你知道吗？他直接就宕机了，他直接就把电源拔了，我的。对，因为他也不敢，他也不好跟你去追债啊，追也追不了啊，对啊，对不对？对啊。所以呢，这个，所以你看现在这个证券公司很害怕呀。现在所有的规矩都改了，第一，你买这种股票。他必须是现金，没有贷款的。如果你要做空这个股票，你必须是三倍，就是说，当然了，三倍是那有些股票三倍都不够的嘛。你像昨天有个一天涨十倍呢，一天涨五倍到十倍，那你三倍怎么够呢？那肯定是一下就清庄了。另外呢，他们呢就是说呢，这些证券公司呢，他们有自动的清庄的一个机制。就是说你的钱不那个的，他自动就把你，他马上就给你清窗了。对，你像 IB 吧，他是自动清窗的，不要你去清窗的。你的钱不够，你缺多少，他给你清多少。他那个 IB 那个系统不错在哪？就是你有时做反了，他一点点给你去清窗。还有很多那个交易平台啊，他不给你清窗，等到你。是连根拔掉以后才给你清窗，其实呢，关键问题是他在跟你对赌，
对吧？他哎呀，他很多机构是这样的。你说 IB 这种，他有一个专门的班子，有些 market maker， 他就和你对赌啊，对吧？对你对赌了，你就是说，那对赌了，他就让你把钱都亏光了以后，因为你的钱就在他的腰包里面。他很简单的，他看见你买进去，他马上做空啊，就往下打。打的话让你赔着，就是你比如说他你这个大钱一进去，他那 market maker 他肯定看见了你，哦，你买了我几万块钱的，我跟你讲啊，对吧？最近呢有一个叫 Robinson 是吧，就是在现在最有名的一个证券交易，就是散户到那去交易都不要手续费。他其实呢跟你讲，他肯定是针对客户来的，因为他知道你是亏钱的多，所以呢他就不要手续费，他只要你来就行了，就像赌场一样的，对吧？你不要交什么会员费，也不要交什么费，你只要赌就行了，那就好办，对吧？那就好办了，因为他就给你对赌，对，他肯定是给你对赌的嘛，对。所以那个美国的证监会抓了他们几次，每一次罚款就是几千万，嗯，对吧？那些钱对他来讲都是小钱，你知道吗？对，那是小钱了嘛，那对。不过这两天呢，他有点麻烦的嘛，因为这两天有点麻烦在哪里呢？因为现在这个没有 margin， 对吧？就是说都是 cash， 就是交易的话，很多股票交易 cash， 然后呢，他这个就是要求的这个资金呢、啊、就比较多。嗯，他没钱了，他现在要走到银行里去借款。嗯，这个公司呢，现在就是说，叫 Robinson 这个证券公司啊，嗯，他也是上市公司，反正要把银行的这个信用，用银行的信用去把这个钱借出来，嗯，来支撑他目前的状况。嗯，搞得不好呢，他就破产了。所以很多投资客户你走到那里他一破产了，把你的钱一卷走，你就找不到人了。对，因为上次有个美国就是一个参议院嘛，他是开了一个这样的交易所平台。嗯嗯嗯，后来客户的几百个亿一下就没有了。4月21号那一天，这些交易所本身自己赔的也不少，因为什么呢？4月21号那天，那个石油到了-34块钱了，对吧？对。所以最后那些客户的保证金都不够了，都不够了，够所以啊、嗯，所以交易所自己赔的也不少。那一天，因为他那个前十多年前有一个外汇交易平台。它是世界最有名的一个交易平台，最后都破产了。因为怎么呢？它本来都是跟人家对赌，但是呢，因为上次那个苏联俄罗斯的那个卢币啊，就是掉的太多了，大家都在做空嘛，所以呢，他们可能是跟客户对赌，就关门大吉了。他破产了，是啊，他这个而且有很多的，他问题在哪里？嗯，4月21号那一天，现在包括 IB， 他们这些软件当中，当时设计的时候都没有赋值这个设计啊，没这个概念。软件本身就出毛病了，你知道吧？他没有这种赋值，你知道？所以他也那一次 IB 赔了不少钱的，嗯，对。因为他没预料到这种事情会发生的，因为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这个事情，怎么油会掉到负值，还负到几十块了，跟你讲。这是下好的局，你知道吧？这个交易所为了这一仗，提前3个月修改的交易规则，你知道这个为了打这一仗。对呀、啊，我给你看一个平台啊。嗯。就我们两个现在要往这地方努力啊！你看这个叫啊 ，share 的，你看我给你 share 一个东西啊。Oh yeah, so apparently, travelers international. 我看看啊，用 share。
这个，你看这个，今天这个呢，这个平台啊，嗯，他今天呢就是告诉人家，从早到从早上去，市场一开门，对吧？啊，一开门呢，他就开始，然后呢，看见啊，我这个。The literal sense of Gail Richard, I find. Hey, you see? So basically, stay the fuck away from Canada. 嗯，就不知道。我没看到你了啊，在这里，我看到你了。你看到这个屏幕了吧？啊。这个屏幕啊。啊，我看到了。我今天第一次看的，他就今天告诉你，就是买股票、卖股票，就是他的想法。嗯、回答投资人的问题、嗯、他今天有将近两万人在关注他、哦、我说两万人的话你我们搞个 你刚才讲了搞个几十个人几百个人那怎么能移动市场呢他这个就可以移动市场了对吧他现在还有760个人在看今天下午市场关门的时候呢到了两万人了。其实这个东西啊要想成功也不这么容易。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只有把这个空头打趴下你才能挣到钱。那么你第一天让大家买了第二天如果空头反扑他来折腾你一直如果你让他打下去了。那么你面临的问题就非常的危险，对你让他打下你系统，你就赔钱嘛，对吧？那你要有足够，就像打仗一样，你要有足够的力量。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你这些人就是你这个平台，如果不是从底部开始，从半截腰开始，这些人如果说经常跟着你走，要是赔了钱，他就不会再跟你了。对，所以打这种仗呢。一定得就一个是提前策划好第二个是一定是从底部开始的那么也就是说呢你必须现在跟你讲现在一个是讲呢你要选对对吧这个市场你要选择底部也好这就必须是专家然后你那是底下一个专家对但是人家来讲呢他是开市创造一个市场你可以自己专家没说你是你不能说像这里你不需要你自己是专家还是不是专家没关系的对吧反正大家在一起共享一些什么信息一些什么想法你呢就是想的是一个很专业的人士对吧就是做什么事情要做得对然后呢实质要好然后要给大家赚的钱、啊、是不是 对, 对但是有一点你要搞清楚我们现在就是说你要把自己的经验在任何时候对吧都能够分享给大家你现在是怎么想的你现在是怎么做的如果人家问你应该怎么现在就是到这个时候他有什么问题需要你解答的对吧你就给他解答对吧就根据你的知识你的经验对吧你的能力、嗯、就是讲给他们听就完了吗因为你这个简单了对呀、啊、这个简单他们就是简单、嗯、就是因为他关键问题是你要有知名度要有人气要有人跟你来现在呢关键问题我们两个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两个这个 internet 的技术不行这是年轻人搞的事情对吧啊人家现在是讲比方说我们要讲这么多分析什么东西讲什么东西有道理大家都喜欢的听但是我们的观众啊听众这个数量太小明白没有不是唐先生、嗯、你知道吧这个东西啊这是两个方面那么逐渐的扩大联盟对吧那么就说你想做什么事情因为这现在这个事件现在这个事件呢就使我们想起来这是一个生意这是一个能够成功的一个生意对那么作为这些东西来讲呢那么就无非就是一步步走如何往下走了我们每个人都有群每个人都在建群但是不得了这群转多群了我现在有不知道有多少群了但是
可以专门建一个中国 WhatsApp 群，这个群就是共享这个什么时候开始开战，那么大家一起打仗的。对对吧，大家一起打仗的。我们是战士对吧。对啊，因为什么呢，你现在建的这些群有什么问题呢，现在建的这些群它形成不了一合力。往往你在群里推荐一个股票，第二天大家买了，然后呢这庄家就知道你们这帮家伙进去了。进去了以后他很简单，唐先生他一定会千方百计的往下砸，你知道吧，千方百计的往下砸，这些能砸十几天二十天一个月。对，我们现在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让你陪着钱走。我们现在还没有到了那个被人家就是盯上哪能被人家打的程度。 我跟你唐先生这事情我都做过的。对，我给你讲一下，再给你讲一个讲一个故事。就是2012年的时候，我曾经在多伦多就是做过一次讲座，讲这个中国如何做中国股市。那天去了30多个人，整个教室都坐满了，你知道吧，就是而且还有站着的。然后呢那天我就推荐了一只股票，然后第二天整个大盘是大跌的。那一只股票涨了9%多，接近涨停。你明白什么意思吧？就那个房间里的30来个人，中间就有几个人买的话就差点把它买涨停。但是接下来的事情也很残酷。有1个多月的时间，那个庄家就往下砸，就折腾这帮人。因为你买的货，我跟你唐先生，我跟你这么说吧。我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底部区域的股票，对，所以呢，这些他们买进去以后呢，都是割的那些庄家的肉，你知道吧？那些庄家他一定会千方百计的把你砸下去，让你赔着走，你知道吧？对，这是他们的原则。那么打这种仗呢，就一定得形成合力，光推荐股票没有用的，没有用。你要有，就是你推荐股票以后，你还不知道人家怎么想的。第二天，如果说这帮人买了，是会上涨的。第三天，那个庄家就凶狠的会砸你。当你可以这么说，这个东西得策划好了以后，第一天买了让庄家，第二天买让庄家，最后也不得不买的这种程度，你才能打赢。所以今天这两天那个 GameStop 的话，那些股票的话，就是说他把那个股票推上去以后，你做空的人他不买不行了。他不买他平不了仓啊。不过他不买，就是证券公司要那肯定的，要强迫他买的，因为他做空嘛，对吧？我跟你讲，你刚才讲的话有点在强盗就是强奸的意思啊。就是这么个做法。不是说你想做还是不想做，就是看谁的力量大，对吧？看谁有这个 power 力。而且时间长了以后，唐先生，资金不成问题。如果你能打一两场硬仗，这个外面的钱就都跟着过来了。我呢，从来没想到自己是问题。资金呢，它是根据 performance 来的，对吧？如果你要做的什么东西拉来人家看，你没赚钱谁也不来，来了也没用。我呢从头到尾呢几十年开始就是这样的，你赚钱的时候人家就来了，你不赚钱的时候人家来干嘛，对吧？所以我们现在是把这个单独作战改成集团作战。对呀，我们讲的就是这个问题。你要就是散户还是一个集体，还是一个集团，对吧？对啊，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事情。你不能一个人那个，你就是一个小蚂蚁，人家踩了就踩了，就踩死就死掉了，对不对？就是你要形成一种力量，那人家踩不死你。要想形成一种力量，那么你就必须把这个单独建一个联盟，这些人呢要买就都一起买的。明白吧？你首先关键问题是这样的，不是联盟，你像他们这样的把它市场一下子
他有一两万人，或者几十万人在他那个群里面，还要连什么盟啊？他一呼百应。不是你这个，你看他这种像 GameStop 像这种作战方法，绝对不是说这些散户说怎么怎么着，因为他这套打法研究透彻了。现在有个新朋友来了，嗯，现在找了一个新朋友来了，不知道是谁。哪有新朋友？聊吧，你这样继续说。这个就是说你他是你这一整套的打法。把它形成一个就是说一个流程，那么就是说把这些东西都整好了以后呢，未来的就做华人界的瓦萨比，对，就够了。然后呢把这个设计好的这个唐先生，你不是说还有融什么资啊？不用融资的，也不需要你去你自己那个 performance 那个天天的那些 ETF 的没有用的那些东西，有的时候你赢不了的。我跟你讲啊，融资呢，你也知道我是专家，我是知道怎么融资，什么是融资，该怎么融资，你这一点你放心好，这个都是，对吧？关键问题是怎么呢？这是另外一种做法，对吧？这种做法，对，你要这种做法，首先把人号召起来，组织起来，让他们得到好处，得到利益，对吧？看起来大家在一起，他能够知道你跟他们能够一些帮助，所以他就会愿意，对吧？愿意跟大家来。关键一点就是说，你这个建这个东西啊，那么要形成一种群力，包括他这一整套的如何运作的，买很容易的。实际上来讲啊，从这个从底部，特别是一个板块，如果说在底部截它的话，那么截住它，它是没有还手余地的。截住它的话，那么截住以后，这个怎么这个也就是说呢，这中间啊，我感觉他这个运作模式，肯定不仅仅是你比如说找底部，我们找了很多了，对吧？不仅仅是这些石油啊，像什么这些个股的底部、啊，我们当时都有底部也有顶部吧？对啊，有的时候唐先生是这样，有的时候是这样，你买的那一天它就是底部，对。你知道吧，你买我们买的那一天一定是他疼的不能，他也疼的不能再疼的时候，对，那个时候那一天进去他就受不了了，你知道吧？对，然后他就像你知道吧，像摁在水底下这个皮球，一只手摁这个皮球一直往水底按，然后呢你腾一下子把这个这巴掌给它弄走，这个皮球层就上去了，你知道吗？就这么简单那个东西。这是个皮球，当然这是个皮球理论。所以就做这些东西呢，它能做出能够避开，就是说你原先你那个想法什么散户弄点钱，然后还担心那个 performance 的问题。我呢不是，你要知道，从头到尾我不是我就不是搞散户那点钱，对吧？我们是，因为我已经搞过，叫什么叫资深投资者大户，我们不搞散户。过别的人讲，像说他这次来了，闯进来的，这不是我的事情，对吧？啊，你明白？就像那个苍蝇一样的粉刺一样的，都是这样的，因为我。对吧，根据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对吧，这么多年的事迹，我还要什么散户呢？我吃了饭没事干呢。我现在是搞半天，我跟你讲，我现在在我现在跟你讲，跟那个 Elon Musk 他们那个什么深圳义啊这些大户在沟通，那些一些机构在沟通。你搞这个散户只是说，但是呢，散户呢，你要用他散户作为一个信息的传播，对吧？知道你是谁，然后把信息传递到机构去，
我的目的又搞什么散户，不是自杀吗？你明白没啊？是不是？散户他要来，我们告诉他怎么弄，帮他们弄弄就行了。但是你要说是真的搞散户，他挣了钱他也没感谢你，他亏了钱就要把你杀了。嗯、这个东西，这种事情，危险了，我都搞了很多年了啊。你碰到过多了，因为你这散户，只要赔了钱和你没完的这些人太多了，我说。所以自己感觉我们现在也是有斗争经验了嘛，啊，在这里我跟你讲啊，在加拿大这地方就是这样的。你刚开始的时候，你知道我在1990年的时候，我刚开始有个散户亏了钱，对吧？给他一再保证，给他一再说好话，给他一再那个，他还是要搞你，他一定要把你搞死。搞那个时候搞我的时候很害怕，你知道吗？那我们因为这个饭碗就扎了，那你还不害怕呀？啊？那明天吃什么？对吧？你到哪去？你生活都有困难。哎呀，这个就是真的。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叫《不该说的》，就是我不是写了本书吗？我本来是想把那篇文章写进去的。他说你怎么能把一个客户的这个故事写到书上来，我说这就是教训啊，那是痛苦啊，悲惨啊，我可以不写他的名字，对不对啊？但是那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对吧？本来说我给他买了两个股票啊，就像今年这个样子啊，那两个股票他妈的6个月赚10倍啊。我说要他不要卖掉，我就不卖了。我都没想到我那么厉害，搞的那个买的那个好股票啊。喂，你那个像不像？我买了两个股票，就是6个月。当然了，现在这股票涨得更，因为有的 internet 涨得更猛，1个月涨10倍。他那个呢是6个月，就是10000块钱可以赚了70000块钱。我说不动，我也不动。我跟你讲，赔了就赔了，赚了就赚了。就他买了两个股票，但是当时账上只有10000块钱，这两个股票在那里，我都签了合同，我也不买也不卖，没有 commission， 没 nothing。如果6个月以后赔了就算我的，这可以了吧？后来6个月以后，他不愿意放6个月，后来从6个月的数字看，从10000肯定应该是70000到80000，谁都不会赔钱的。那是一个深刻的教训的嘛。当然了，这些事情呢，后来呢，我现在呢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那我们是提心吊胆，命都不要的。一个投资客户一告我们就吓死了。啊，现在反正是打官司来了，我们现在有经验了，投资也有经验了，打官司也有经验了，反正30年了，你知道吗？啊，我反正不会搞别人，那别人搞我也不怕，明白没有？这些东西，我现在呢跟你讲啊，现在呢我最想的呢就是把我自己的经历经验给大家分享，不要大家误会，也不要大家走弯路，这就是我的一个东西。对我来讲呢，如果大家相信我，我们就辉煌一把，大家不相信我就退休了。呵呵，这个很简单。对啊，对，明白没有啊？嗯，60多岁了嘛，我书也写了，我是希望为你工作，我也是尽心尽力为你工作，也不骗你也不害你，是吧？尽力了就是，但是你不要我也没办法。你要我肯定很高兴，特别是我现在啊，我又不拉你一分钱，你不赚钱不收费，我又不拉你一分钱，对不对？我也拉不了你一分钱，我也不想拉你一分钱。所以这种情况你现在很难的找到这种情况了，对吧？啊，因为我是经历过来的嘛，明白没有？经历过来了，你这个你理论上讲呢，你现在就叫
叫投资顾问啊，投资顾问这种级别的，就是理论上讲顾问啊。我们两个是大师的，怎么变顾问？我们顾什么问啊？你问我们不问的，我问什么问啊？那投资啊，不能随便问的是吧？第一啊，这个投资的当顾问是最风险最大的，赚了钱没人就不那个你，亏了钱大家都怪你的顾问，明白没有啊？我们不叫顾问，我们不要顾问，我是大师，我想干什么干什么，对不对？我什么顾什么问呢、啊？你看网上一些我的同事，很多同事他说我们叫金融企业家，做钱生意的人，我们不是顾问，明白没有？什么叫顾问呢？顾问就是考了读了书考试了以后学了一些东西啊，就是给你一些建议叫顾问，明白没有？你现在来讲唐先生哈，就是说你首先呢就是当然了，就是那天就是前两天和司令长有来谈的这件事情，那个你究竟想做什么，那么它的盈利模式是什么，对吧？然后呢，你的 team 是什么？然后呢，你怎么一步步的走？如果说连这些东西都考虑不清楚的话，那就天天就相当于 Robert, 相当于闲聊天了，那就没什么意思了。Robert, 那就搞清楚。你呢，是投资专家，我是相信你的，对吧？我也是比较喜欢你的。我们两个这么长时间，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对吧？对不对？这个东西是，你是个人才，你是专业，有经验，是吧？这个东西是非常有用的，我是看好你，我也是喜欢。但是呢，陈老师呢，他是音乐家，是专门是教音乐的，刚好是做这个事情呢，刚来，对吧？很多东西呢，他要搞清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应该的，是吧？因为按理说我呢，就是说在这个市场上我跟你不一样的，我是专门是做投资人的生意，明白没有啊？我们就是因为你呢，你没做投资人生意，你是会投资会选股票，也做得非常出色，成绩也非常优秀，但是呢，你知道做投资人生意，刚才讲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是吧？主要会选股票以后，会赚钱以后，你还要说应付各种各样的局面，你知道吗？市场呢不是永远是牛市，就像你讲的话，市场才有熊市，市场要经过考验，那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经过考验的。我呢是要面对市场，我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这个投资人，我要还要面对政府，呵呵，这个是加拿大政府，叫国家机器，你明白没有？所以你做的事情是我的事情的三分之一的问题，明白没有？哎，你怎么老就跑掉了呢？啊，因为你现在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就是市场的事情，对吧？你没有面对投资人的事情，你没有面对政府的事情，对吧？你要不信，你不信，像我一样，我是从第一天面对市场，就是一两年我就面对投资人了，怎么回事啊？你这个怎么说呢？什么叫投资人啊？投资人是这样的，我跟你讲，投资人就是说你做投资人生意，你拿了投资人的钱，你收的人头都是费，你帮他去管钱，明白没有？是这种。你呢是人呢自己做了，然后呢给人家建议呢，你没有发钱，人家你也没有收人家费用，对吧？人家赚了才给你送个红包，不赚呢他也不会怪你，对吧？这个没有一个标准的。说实话，你是叫资深的投资者，绝对没错。
你的能力是没有没得说，对吧？但是呢，你要知道，你没有做，你也没有广泛去做投资，你也我估计你也不敢做，因为你要做真正是做投资的生意的时候，我跟你讲，第一你要去做这个基金，你要是做散户，你刚才讲的话，做一个散户，一个小的投资人，一个人就可以把你搞死，那个事情比你做市场难多了。因为我们像我一样，他妈的2009年我第一次碰到金融海啸，加拿大政府安省证券会就给我搞，吓死人了，你明白没有？啊，政府啊，你知道谁不怕呀？在这个来了一个什么鸟不拉屎的地方，对吧？无亲无挂，不是无亲无挂了，就是说没有一个没有你的亲人，没有你的朋友，全跑了，对吧？就来搞你，政府国家机器来真搞你，那个是多难的事情，是不是？这市场掉啊涨啊，没有一个人说因为市场掉了赚了钱赔了钱就坐牢的，世界上没这种事情。但是呢，我这个事情呢，就是说，哎，搞了10年以后我就有道理了。我现在谁发谁啊？你知道没有啊？现在你看，我还发证监会吗？啊，证监会我一动，你看他现在做声了吗？没做声嘛。他以前的时候，我去年的时候，我刚开始我说要开始行动了，搞得他们是，哇，你到处都发新闻，到处都发广告，到处都就是新闻这个 release， 现在有吗？没有了。我现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我现在就是，我跟你讲啊，我现在掌握了一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啊，不管是法庭也好，证监会也好，他搞我是没有办法的。明白没有啊？我跟你讲啊 ，Robert， 你呢？我跟你讲，你的技术、你的投资、选股、搞什么东西，绝对没问题。并且我听了你讲那个东西吧，很受益啊。你那个什么，上次第一次演讲，那些人听了，我也听了听你，我觉得你讲的非常不错，这个是专家水平，一般人是达不到这个境界的。这是后来想的，但是你要知道，我跟你讲，如果在这个市场上要换，有三个因素。第一呢，你是通过自己，通过市场赚钱是没问题的，你能赚了钱，你也生活也不错，对吧？养家糊口，肯定还多多有余，还经常是到外面去旅游。但是你想想，你没有跟大量的投资人赚钱的吧，这个真是实在你也没想过，这个真是你要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压力很大的，是吧？知道吧？成功没问题，你就是英雄。你要如果万一有出点问题，那就跟我一样的，就给你并且就土匪了，是不是啊？所以呢有三个因素要考虑的，第一是市场，第二是投资人，第三是政府。我是面对了这三个重大问题，你面对的问题是我的问题的三分之一，现在就是应该这么说。没错吧？啊，怎么讲呢？不，你在市场上这一点肯定是可以肯定的。我说实在话，怎么这个我们只是没有出而已。并不是说我们没有经历过这些东西，不，你没做，你没做，你怎么经历啊？对呀，我原先的股东就是投资人嘛，对吧？我就有那是股东是不一样的，那不一样，不是操盘的。再一个就是和这些原先做企业做了这么多企业，和这些方方面面打交道，他也不是说没什么打交道的，对吧？对，所以现在呢，唐先生，你别说吧，你这手是你这这里弄一个投资群，那里弄一个中外金融群，我看你懂的东西都不少。
但是你酒店想做什么，一步步怎么做呢？我跟你讲，对吧？现在是这东西、啊嗯、现在呢，就是其实这些很多群呢都是交互的。现在最关键问题是讲呢，我现在这也是一个摸索的一个过程，对吧？前两天呢，我发现一个那个搞那个游戏的人呢，他就搞了一个亿的粉丝。今天呢，我搞那个搞股票的人呢，他就是几万个粉丝。但几万个粉丝，他的号召力是很强的，就是说他一开始几万个人跟着他，这个很厉害的，对吧？啊，如果你刚才讲的话，如果群也好，组织也好，动力也好，现在是就是说社会的力量，集体的力量，对吧？不是一个散户的力量，对不对？你一个人有什么用啊？就是散户的集体的力量，现在在跟机构在拼，在斗争，对吧？才有用的，对吧？你关键问题是要有组织，要有一个群体，要有号召力。我们讲的是这个意思，明白没有？啊，你要有号召力，你就必须得有一整套成型的。我跟你讲啊，那个 Robert， 现在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呢，年纪也大了一点，现在呢，这个 Internet 的这个技术啊，要学。有钱的话，我就根本不想学，我就让人家去那些是会的人去搞就行了。我用1/10、1/1000的力量，我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做起来。你现在讲的这个东西吧，从原始这个做起来，把自己通过自己有什么样的这个功夫，什么这力量也显示出来，然后要证明跟人家，那要需要多长时间呢？现在人家一搞，对吧？他有号召力，就是蹦。我们现在关键问题是技术的问题。你现在就是什么技术问题啊？我们现在缺乏是 Internet 的技术问题，你懂吧？就是这个计算机技术问题，就是网络这个营销的问题，那么是这些问题。我们现在首先等大人来了，我把几个，我跟你讲，我这个人的这个能力很强在哪里呢？我说你不管你多少本事，我总是可以找到最有本事的人，对不对？像你这样的到我这来就行了吗？对吧？就我们两个听，没人没有用啊。问题是我现在关键问题是，首先我们要搞一个平台，首先要一个众，一个叫群体，对吧？然后呢，你把你的本事显示出来，他把他的本事显示出来，我把我的本事显示出来，把大家的本事显示出来，对不对？100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厉害就够了，对吧？啊，一下就呼碰就起来。我现在我跟你讲，我现在最头痛的事情不是你想的问题。我现在最头疼的问题就是技术问题，就是 Internet 的技术问题。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年纪大了，对吧？我也会，我粉丝也不少，对吧？但是假如说一点击率，我们两个一搞还不错，那么有几十个，一上百个，很多人的点击率就是几个几十个的。我跟你讲，我还发现有些什么电视台啊，一些媒体啊，放在 YouTube 上，只有几十，就是10-20个点击的，跟我们这个差远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要的是几千、几万、几十万、上百万的点击率，对吧？这个东西我们就什么，我们就一呼百应了。那就实际上来讲，我做综艺节目和做股票是一味相通的。什么意思呢？那么做节目呢，你要想吸引人，那么你也得做热点。现在问题是你做热点肯定没错，但是问题在于，就是说，假如说我们两个做的热点啊，说是真是，你现在我们两个做的最热点，或者是做的最专业，或者最好。但是没有最多的人知道，明白没有？那天我跟你讲啊，英国有个人讲了那个，这个人很厉害，很成功啊，一个也是个中国人，John Lee。这个人说，你讲的东西是叫 "You know the best"， 对吧？但是有一点，他讲的意思就是说，
you, people know you the best. 这个呢？现在这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说，我们知道的人太少了。你是最好的东西，但是知道的人太少了。你知道应该如何来做这篇文章吧？如果真要是做这篇文章，就应该是这样来做，找那些大的、最大型的那些里面，那些群，你比如说像老外这些群，有几十万的，有几万的，对吧？那么在那些群里面，逐渐培养你成为意见领袖。对，我跟你讲、啊。那你自然就吸引人家了。我跟你讲啊，我现在就像你讲没错，我现在知道，你现在要知道我在哪些群里面发表呢？我在伊朗马斯克那个群里面，我现在找的那个群都是几十万、上百万的群，几万的群、几千的人我都不干了，你知道吗？没有意义的吧，是不是？所以你就找这种群，但是你得是意见领袖啊，你最重要是成为领袖才行啊。我本来就是领袖，我怎么不意见领袖？我就是没去那地方而已、啊。我这是这样啊，就你到那里别成了吃瓜群众呢，最终人家想不起你来。开玩笑了，我这个都是明摆的事情要你讲啊。我跟你讲啊，我现在呢是一步步的就是往前走，对吧？我现在呢，不是说跟这些散户，跟那些小户，我现在就是找最顶尖的，什么孙正义啊，这个伊朗马斯克啊，什么哪个人在活跃的，我就做哪个啊？那就我吃的饭没吃饭。你主要是用推特，用他们的推特呢，还是用他们的 Facebook 呢？还是用他们的 Facebook 跟那个这个 LinkedIn 联网嘛，都有。看我的吧，我跟你讲，我这方面还是算比较那个的。原先的时候是没去搞，现在去搞了，好吧？今天我们留到这里啊。OK， 好，搞了太久了，大家都烦了啊。OK， 拜拜。